来，我们来看看呢，如果你觉得这个还不是很满意，你可以找别人的。当然你满意了，你可以继续在这边继续做下去，没关系哈。那你看，我们从这里，实用战力也有提供范本，有没有？有提供范本，所以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盖比较好，先借用别人的，你就来自新的范例，有没有？有九种，你可以选择，你要工作室的，就是只有一个房间的，好，还是有一楼公寓的？你看公寓里面有没有基本的卫浴啦，然后房间，好，那你也可以有二楼公寓，这个就是有两层楼的，然后呢也有三层楼的，还有这一种的，有没有？你可以挑。那如果从这个里面选，这九个里面选的，它都只有什么？只有颜色没有材质，有没有注意到？它都是色块色块，它就等你怎么样去设定。好，这是第一种。第二种，你觉得这里不够，这里有没有看到一个叫寻找更多范例？你可以按一下，就可以到哪里？实用占地的官方网站。好，官方网站上按一下。他会进入他的官方网站，各位不用担心，有中文，有没有看到一个画廊？好，你这里面的也都可以下载，比如说像这个，你们家如果想要像 Seven 一样，有没有？就是像这一种的，你就按这个就可以下载了，就可以把它的专案档把它下载下来，还是你要这一种的，都可以。那如果你还不是很确定的，没有关系，这里有没有一个叫 3D 的？点下去呢？它就可以像我们在使用三 D 里面互动的去看，好，互动的这样去看，好，你看，稍等一下下喽，有进来了，有没有？这个就比较像 Minecraft， 因为有同学有学过那个 Minecraft， 好，进来了，进来了，OK， 有没有？你一样可以在线上直接先看看。啊，如果你觉得这样还不是很满意，没有关系，你知道吗？可以进到这里面来，有没有看到房间？这是二楼，一楼，你可以当你家，还有地下室有没有？他们家还有地下室哈。办公室在地下室。随便你啊，所以你可以像这样子，也可以从这边载入别人的。你看这里还有那个哦，有没有小木屋哦？小木屋有没有这个床就？浮在空中的，这样也可以。好，好，这样有没有知道可以怎么做的？你可以用原来的，继续在旁边盖出来，也可以用范例里面的，好不好？来，还。